跟家人与朋友的聚会机会变多了，在这种凉凉的天气里面喝一杯热红酒感觉很不赖哦。其实热红酒呢，它在睡前半小时饮用，它可以有助眠的效果，而且红酒本身就有抗氧化的成分，再添加了许多增加气血循环的中药材，对女性来说是十分的不赖哦。那我们就来开始制作吧。以上就是热红酒的制作方法。其实热红酒对于西方国家的人来说，就跟姜母茶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是一样的哦。另外提醒大家，未成年请勿饮酒，喝酒后请不要开车，因为不管你煮多久，都多多少少会留下一些酒精的成分哦。如果你要做无酒精版的话，可以将红酒替换成葡萄汁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听说热红酒里面的苹果很好吃耶。那听说上班可以喝酒吗？